大家好，我是冰冰，欢迎大家来到冰美人直播间。今天呢，冰冰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翡翠的色。首先呢，翡翠它是天地运之精华，大自然创造的杰作。大自然里有很多美都是由色彩呈现出来的，翡翠呢它也是无一例外的。一说到翡翠，可能大家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字就是绿。其实呢，翡翠的颜色是十分丰富多彩的，而翡翠这个名字的由来跟颜色也是有着不解之缘。从前呢，翡翠是一种生活在南方的鸟，其毛色非常的鲜艳美丽，通常有绿、蓝、红、棕等颜色。唐代著名的诗人陈子昂就曾在《感遇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翡翠朝南海，雄雌朱树林。旖旎光首饰，惟蕊烂锦衾。”后来，大量的缅甸玉通过进贡进入皇宫深院，为贵妃们所钟爱。由于颜色非常丰富，且与翡翠鸟的羽毛色非常接近，所以呢，人们就称这种缅甸玉为翡翠。事实上，珠宝业呢就有翡翠108色的说法来形容翡翠的颜色之丰富。翡翠的颜色也直接影响翡翠价值的评定。之后的内容呢，我们会先讲翡翠的主要颜色。翠友们记得订阅锁定我们的频道，不要忘记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